好，我们来听听我们喇叭的。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喇叭的声音效果，看看。我们来听听我们喇叭的声音效果。好 ，OK，喇叭不是最好的，它的低音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中音跟高音。那如果就是正常的接收讯息，然后打电话，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看影片那种说话声音的影片也会很清晰，但是如果有比较低沉、比较磅礴的，像是你要听音乐的话，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了。哦，好。哦，我们的音效选项有 Dolby Atmos，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没有比较好啦，再来听一次喽。哇，没有好太多，有感觉 Dolby Atmos 想要把低音增强，但是它的中音，然后就整个混在一起，我觉得也没有好太多啦，就整体它的喇叭音效没有太好，低音整个消失了。